早上好，快起床，不要再闷头睡大觉，摆摆手，扭扭腰，坚持锻炼身体就好。饭前洗手，饭后漱口，将细菌赶走。吸烟喝酒，妻良母啊，怎么可以使用家庭暴力呢？小鱼，快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啦！爸爸，小鱼乖啊，你支持爸爸抽烟吗？啊，爸爸，小鱼永远支持你。我的好小鱼。那我去外面吃东西了。终于领教到什么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不过在这里抽，老婆应该抓不到了吧？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好呛人啊，烟味好重啊。哎呦，真是太危险了呀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只是有点困呐，孩子。爸爸，吃一根薯条吧，这样就会有精神了。爸爸，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。你说。薯条不是那样吃的。我就觉得这烟怎么这么古怪呢？哇，好大的鱼啊！哎，对哟，我急小鱼啊，我们这里的鱼一定是太少了，你们到小山那边去钓，肯定有大鱼啊！快去吧，快去，去钓大鱼啊！爸爸说的对，那小鱼到那边去钓了。那阿吉也去那边钓鱼了，钓大鱼去了。哎呦，终于把他们两个给支开了。啊，亲爱的香烟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我想死你了，小心肝儿。原来叔叔故意把我们支开，当好抽烟呢。我们上当了。哎，我有办法让爸爸戒烟。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
手，快看，那儿又钓上来一条大鱼呢。哦，哪儿呢？哎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有看见呢？哎，阿吉。对不起，叔叔，是我看错了。我去看看小鱼钓到没有啊。终于到戒烟法宝风油精上场了。爸爸快看，那又钓上来一条大鱼呢。嗯、啊、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呢？啊，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快告诉我。原来是我看错了，我回去钓鱼喽。哎，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难懂了。不过又给我抽烟的机会了，再来一颗吧。这烟怎么这么难抽啊？吸烟有害健康，为了您和您的家人，请戒烟。妈妈，吸烟对人有什么害处呢？会引起上呼吸道损伤，会诱发比如气管炎、肺气肿等等。还会使哮喘病患者发病更频繁，会使病情加重，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增加心脏病发作的危险。妈妈，我们别让爸爸吸烟了，我想让爸爸健健康康的。哦，真是我的好孩子，知道为爸爸妈妈着想了。哎，妈妈，小鱼，一、二、三。小鱼，你在算什么呀？爸爸买一盒烟要10块钱，可是虾条才1块钱一袋呢。如果爸爸不抽烟了，那能多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呢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帮助爸爸戒烟。阿姨，小鱼。阿吉，你拿着什么？我可先说好哦，在我面前捣鬼，你会吃亏的。我没有捣鬼呀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要送给陈叔叔一件礼物。礼物？你看，就是这个。阿吉，你要是这样做的话，阿姨会生气的。阿姨，别担心。这些不是普通的烟卷，这是我用草药卷出来的。陈叔叔抽了这些烟，就会把烟给戒掉了。放心吧。哦，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妈妈，放心吧，我比谁都了解阿吉。阿吉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。哦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叔叔，这是我送给您的。谢谢阿吉啊。小鱼爷爷，等等我。我们要去公园玩了，小鱼爸要照顾好自己呀。还有，我们不在家，以后小鱼爸可以随便的抽烟了。啊，真的可以随便抽烟了吗？这个是烟，我终于可以尽情的抽烟了，太好了。这烟真难抽啊，我还是去买一盒我爱抽的烟吧。妈妈，我们猜爸爸看见我们会怎么样呀？一定会泪流满面的说以后再也不抽烟了。哎，我想也是这样啊。我去开门了。能尽情的抽烟简直太棒了。我好难受啊，妈妈。阿姨，我好难受。小鱼爸，你看你干得好像。我干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要赶紧带他们去医院。去医院，去医院。还好孩子的肺部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有点轻微的支气管炎。哦，可是医生，小孩子怎么会得气管炎呢？他们最近只是有些感冒的症状而已。是的，我给他们量过体温，发现体温都有些偏高。另外，你们家人有没有人抽烟呢？
我最近烟抽的多了一些，医生。这就对了，他们因为感冒一直没有好，抵抗力下降，加上吸二手烟，才造成了呼吸道损伤。以后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，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吸烟。医生叔叔，为什么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呢？烟草的烟雾中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，其中有60多种具有致癌性，长期吸烟可以导致肺癌。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，还会导致周围的人被动吸二手烟，婴幼儿尤其受二手烟的侵害。婴儿也会因此得肺癌吗？婴儿可以引起支气管炎和肺炎，严重的可以导致婴儿猝死综合症而夭折，所以一定注意，不要在公共场所，比如学校、教室、图书馆、车站、码头、飞机场、医院、办公室等有墙有顶的室内吸烟，尊重不吸烟者免于被动吸烟的权利。你拿烟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又想抽烟了呀？我去把烟都扔掉，我要戒烟。你连吸烟这么可怕呀？以后看见有人吸烟，我一定马上走开，还要劝他不要再吸了，真可怕。小鱼，你刚才一直在算什么呀？以后会有更多好吃的吃了吗？